页面资源，你新增教材的时候，在资源里面有一个叫页面，这个是方便你自己编辑网页。那它提供了很方便的编辑器，很类似文书处理的各种档案编辑啊，你自己可以这样拉开来，自己输入一些文字，或者是你可以插入图片、影片各种，你可以这样自己慢慢编。那这里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也可以把网址插进来，我们来做一下。然后我们做的做法是把这两个字框起来之后，选择超链接，把网址贴上。你可以选择在哪里开启都无所谓。好，新视窗好了，按插入。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会如何，储存并显示。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系统非常聪明，你只给他网址，他却帮你把整个影片填进来，而且没有广告。刚才我们这个网址旁边是不是很多其他的可能会影响你上课的一些资源也好，广告也好，或者是说明也好。好，当我们在页面做的时候，你看它，你会发现它自然的潜进来，而且只潜影片，没有其他的广告，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做法。好，所以在页面的地方，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自己编辑。好，自己打字，把资料贴上，插入图片，这些慢慢去编。那我们的系统也很方便的，会自动帮你辨识。如果你是各大影音网里面过来的连结，它会帮你把直接把影片留下来。好，这是非常非常贴心，很棒的功能。